所以金星、火星都有出现。昨天还拍不到这两颗嘞，肉眼勉强可以看到火星，非常勉强。我现在看起来也很接近了，这是金星，到下一颗火星，这样是1200，1800。右边最亮是金星，底下是火星，火星上面还有一颗是巴斯之座，三颗刚好有一个那个山的战役之线，然后这个是七狮子座，左上角这两颗，左上角这是一样是狮子座，今天星星还蛮清楚的。